美味桃园，仙境滋味。马卡龙挎包，我抢到一个粉红色的，我抢来的，这太特别了，就很像甜品，又很像主菜。韩式葱香拉面，客家人怎么会弄个泡菜加在拉面里面呢？不错，厚身啦。客家麻吉披萨，窑烤，它有一种木头的那种香气。就爱台湾味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新味娱乐台。